们吃药吼，阿妈叫什么名？啊，是。你个闺女不也知？你不知啊？我知啊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个闺女，你个女子，来，促进血管，这边在录影啊，哈，好好，不要挡到。妈妈，妈妈，今天怎么样？啊，今天怎么样？我们说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弟弟，弟弟要吃。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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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啦，啦啦啦啦，丢啊，掉下来都不知道，你看，啦啦啦啦，啊，你们这边稍等一下哈，待会办出院，谢谢，妈妈，我们出院的话，因为待会还要买药，所以我们这边上面结好账，就是下楼下十一十二号柜台结账，妈妈看我，结完账之后把药拿上来跟我对。好，对我没问题，就可以离开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个拔掉没关系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不好意思。找到我了。没有。没有，我就这样子拔。拉，拉，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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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。他不痛的嘞。拉拉拉，拉拉拉。豆豆姐，豆豆姐，哈。我看下子，妈妈，拉拉拉，小心哦。你跟着我，嘴巴合起来，嘴巴合起来。小火就合起来，大家先闷着，后边再来慢慢讲。那个刀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吃药那个那个刀啊，直接吃药片。嘴巴合起来。你好，跟你讲，嘴巴合起来。你要把它拉起来你要把它拉起来叫他消毒一下，吃东西也不是办法。打开，打开。你讲啊，你早讲。打开。你早讲够。哎，好，很棒，合起来。哎，很好，啊，现在合起来，现在合起来，对对对，好，现在合起来了。好好好，啊，现在很乖，现在合起来。妈妈昨天有没有大便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大便。就从礼拜一、礼拜二。下午了。今天礼拜三。今天礼拜四都没有，所以他这样塞屁股。现在嘴巴合起来，舌头拉出来，舌头舌头拉出来，好不好？舌头拉出来，舌头舌头舌头。我也不讲，我不会讲，因为我很怕。哎，对对对，很好。大家都不叫。我是讲你讲讲不会讲啊。讲我讲我道理。啊，你是我是无了挂奖。合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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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不行？危险，很危险，危险。奶奶，把它吃了，拿掉了，让它不吞。走，手脚起来好不好？手抬起来好不好？手动一下，抬起来。抬起来哦，抬起来哦，好棒哦，来用力哦，很棒哦，
啊，脚嘞，脚抬起来，我看看，这只脚脚抬起来。我想要你不要动哦，哦，很厉害哦，很棒，好，放下来。刚刚试着想，没有啊，要不要勉强，因为这样真的太危险。对啊，有接有的接，赶快接。什么脆啊？你这样，睡一个晚上，什么都忘记了，平衡一下。昨天还吃的，昨天傍晚不要太累了，胃的很好，累的就要休息。对啊，傍晚晚上都胃的可以。我们两个同时吃。他比较，体力比较好。没有，他没办法了。你不要这样，这个小姐跟你讲，爱叫你吃好。我现在觉得也没可能了。上次也是可能，这边有一个60岁的中风，我给他顾啊。你给我那个，你那个水，他有他有啊。为了饭，我怕他烧就真的很危险。对，就是我拼，因为他根本完全没有职业那个，结果就是中风了。就是那个60岁的哈，就很危险，脚也稍微。你不要这样子喂，要不要男生比较先给他喂饭，中风就是我怕他脚太危险。比较像毛巾怎么喂法？就是这样用嘴巴给他吸啊，看他要不要吸啊。总比你水。结果像他如果还从楼上再下来，对啊，这个这样子，这个你这样子，那他要不要吸啊？医生那个。你跟他们用老婆，这等你老婆。我都怕他。我们是有加那个，你别管了，加那个什么壶，叫什么？那个是马上领导，你们有加有加有加吗？还没，我加了加了。用他这个，用棉棒，因为他们家比较好了。一个棒，我那棒。有点想象，有点棒。那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哦，嗯，你是说这样吗？对，然后给他吃，来，他好像是，来，下面你说他不合起来，你这样子，下面就味道就做的很难，合起来哦，合起来，这样先给他一点味道，看他会不会想要配合。来，妈妈你闻闻看，很香哦，闻闻看，好好，嘴巴要合起来，你要吞，嘴巴很少，再给他用，要吞一下，如果他配合，嗯，是啊，先。我是想把里面的东西先放，可以帮他先清清，然后再给他放。阿兰阿兰不错。你家人有啊？那是旁边那个人。然后他到我这儿，我先把那个挂箱的人当。他刚看伊这，我咧看医生，我就知影啥。所以这晚上怎么吞又忘记？你家弄个，我提供来，有没有闻到？有没有闻到香香的味道啊？嘴巴合起来，嘴巴合起来。香好吗？嘴巴合起来。那个，他一点都没有。我记得出院了哈，嗯，他说问我们要不要搬过去。好啊好，要，我们跟小姐讲一下。好好，可以吗？现在还是没有在吃。我跟他说，你们讲说隔壁的出院可以搬过去吗？他说好。他们说好。不是的，护理师啊。护理师说可以可以。我说这里的大部分可以啊。
不是啦，我的新竹国泰可以。马街就一定就不行。马街他不找麻烦。这个全部要写过，这个单啊。七二之一，全部要改。啊，你扣我不？十二。我扣我不？我这这个。他还是不合起来，嗯、不合起来。你的 daughter 来了，还是不合起来。嗯、这个看着看着，我来看。什么合起来？在哪里？右边的底下，底下。对。啊，那个那个，你可以做工作。温博啊。慢慢水，大家，喝起来，喝起来。我去，我去洗把脸，让他亲我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就是亲亲，结果亲的嘴巴变这么大，都不合起来。啊？嘴巴都不合起来啊？嗯，你要去洗干净，亲亲你的女儿是吗？来，早安。你好，完全不吃是不是？早上还不吃，他在做便肥、嗯。要不要放鼻胃管？他女儿有在这里。对呀、啊。生一点以后啊。哎，你要不要放鼻胃管？你不要。要清洁阿姨。清洁阿姨。不然。做的都没有吃，比较小，要也没有吃。对，现在昨天好还可以。对，可是今天就不行了。对，可是精神看起来很好。精神没有很好，就是感觉上认得人了、啊，但是他不能。这还有一点哈、啊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请教一下？几号？我跟你。对。他的这个地方好像非常的僵硬，舌头也拉不出来。对对对。对，我在想这个是不是有怎样的东西可以让他这个地方缓解？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缓解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没有怎么样的手法、复健的手法可以让他这里？那你也只能请语言老师来看看。对对对。对啊，然后礼拜六的时候会那个，会请另外一个。不是礼拜六了啦，今天已经礼拜四了，可不可以问问看他们？没有，因为要请另外一个医师。而且他核磁共振还没做完。没有，但是这个更紧张，更现在更紧张的是鼻胃管吧？对对对，鼻胃管，等一下不是就能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对，我是想说，可以的话，那个语言治疗的请他来，看他有什么办法让他舌头动一动。现在不是舌头动一动，现在放了鼻胃管之后，舌头的动一动是事后的事情。现在先解决的问题是他鼻胃管的问题，然后他的药、他的吃的食物都可以吃下去。那对，我是觉得他如果舌头这个地方可以动的话，说不定可以不要鼻胃管。所以我想先请那个语言治疗师，因为他反正还没来，医生还没有过来。医生还没过来。医生要过来给他装鼻胃管。哦，对对对，是不是那个？他们如果有什么方法让他没有，他这个就是中风了，就是又再度中风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放鼻胃管，然后不要再呛到，然后让他吃的药、吃的食物都可以吃下去，然后看他消化怎么样。对，目前的重点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你说的。我们要先把重点先解决，好不好？你一进来就说要放鼻胃管，是你说你要慢慢给他吃，慢慢吃。我们也配合你，对，对啊。可是现在不是这个样子了。对，对，昨天还可以。然后目前的肢体的活动度是你们要帮他做，然后问题是他现在是坐起来看起来还好，没有歪歪斜斜的，也还好，坐得好像稳啊。原来我们是有请那个附件来帮你、对对对，到时候我们会再请。我们这是之后，因为目标嘛，我们短期目标、中期、长期，目前的目标先是维持这样，然后做完核磁共振，然后礼拜六，因为有跟李医师讲过，礼拜六要请那个附件，因为我们要请另外一个医师，不是之前的那一个，所以就请另外一个好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后面的附件，然后是中间的话，就是你们自己先帮他做。就全身关节，因为之前也有做过了嘛，对对对 对, 对，就是照一点。一步而已啦，我是想说这个没有那么快，就算语言老师来了也没有那么快。对，就我以前的经验这样子来讲的话，没有那么快，不可能。
对，然后可能刚开始要冰刺激什么的什么的，对呀、啊。先请问低下去。那就是怎么样一个刺激，让他这个地方的没有，他这个就是中风之后也是吞咽没有那么好，对，人家嘴巴都歪掉啦，左边右边，你就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啦，对，就是先把重点，要先怎么做，先把它处理好。因为还有一点就是那个、我们昨天去做核磁共振，我知道那个结果他躁动，对对对对，他说礼拜五早上，对，对明天。他们说要打针，那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脑筋这个情况、打这个针有没有会不会造成他这个脑血管的部分会较高或怎么样？因为他是建议而已啦，楼下只是建议而已啦。对，对，问题是他如果动的话，他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动。因为他之前有给我看过他头动的时候的影像，根本就是没有办法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我就想问说，他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行还不好了，再打那个针下去。那实际上他现在我们非常的清楚，他就是不管你们的那个有没有做出来，他的影像怎么样，影像也有解析度的问题。对，所以不管他做出来结果是怎么样，他非常明显就是。原来，因为你也以前也看过他的状况，那我也有，我随时都有照相，可以看得到他，在礼拜六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棒的，还可以唱歌，所以他从临床的症状，他就是中风了，不管有没有做这个核磁共振。对啊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检查跟治疗是两回事，他只是确定位置而已。对对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确定你就算确定是哪一个位置，对他的治疗其实是没有相关的。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，要不要打那个针？如果不打那个针，我觉得好像就给他做一做。那他还要再打一个针，那他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很好了，还打不了，还有抑制他活动的身体，他现在已经很不活动了，所以我会担心这个。如果说。可以的话，如果非要打针才能做这个核磁共振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的，因为很明显嘛，很明显就是二级中风。一周看才可以看。不然的话，你说这叫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个要确定他到底中风在哪一个位置的那个东西，真的是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。只是更确定，只是我们在要在临床上面确定他的位置而已。对，我觉得那个对治疗他跟他现在的那个没有好处，没有任何的。这任何一个人看了都知道，他就是在礼拜天就是中风了嘛。那礼拜六还可以，礼拜五还可以跟语言治疗师讲话，还可以唱歌给人，我这边都有。都有那个语言治疗师，他们语言说哦，很好啊，可以唱歌了。他龙总他们那对对对，我都有摄影到。好，那我们自己跟他唱歌，他也有唱歌的影像。那从那个到这个完全，而且他吃饭，我也给他照。所以你不管是从任何一个吃饭的照片什么，都看到他确实有二度中风的现象，不然的话这叫什么？这就是中风。对，我知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就是如果要做那个检，就是说如果要打针，对对，是我觉得没关系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到底是这里多几块，那没有。然后他是排在礼拜五早上啊。对，我因为他早上的时候，现在是因为给他尿，他等一下就会昏掉了，就想睡也对，早上太早就要爬起。好，他有一点点打开来，我就跟他准备洗脸吃的，结果还是不吃。奶奶，你要加油啊！先回家吧。而且他的嘴没有，他正在大便。我们用电脑还好，因为他通常就是要早上这个时候洗大便。洗啊！就是每天固定大便啊。不是，那也是规律就好。那
哎，可是这次已经三个，是已经三礼拜，三礼拜。哎，那我请，我先请医师先来放好了。要不要来放这个？待会儿，待会儿。啊，那他放着之后要睡着放比较好，还是？没有没有，睡着放，他不管放一个晚上都是一个刺激，所以不管他有没有睡着，或者是清醒的话，他都会觉得不舒服。那很好。所以他，如果不管是怎么样都会觉得不舒服，我们就让他把这个大便大好了，然后上到床上想睡觉那种状况会比较没有。没有，不会啊，对，不会，它就是一个外物嘛，外物正常人放都会有感觉，而且会不舒服。没有了，就像我拿羽毛在那边用，就是比那个还要不舒服好几倍。他现在已经没有。那个痛感已经差很多了。以前我跟他按摩脚，妈妈，你记得那个你是跟他按摩脚，他就很痛，一点点，痛一点脚那种。现在没有，而且以前跟他洗这个洗澡洗尿尿的地方，他会叫得很凶。哎，现在不会，现在已经不会。所以可是这个一个外来物，其实还是不舒服。不管他有没有睡着还是清醒，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对你有感觉。那你好了，奶奶大便好了，你就跟护理人员讲，他就要等他这个。对对对，啊，不要太久啊，因为他九点的药，我们要照时间吃。了解吗？饭也吃不下。对啊，连饭也没吃哎。对啊，这个规律服药，你知道意思。规律服药跟那个大便，你如果大便没有下来，你等一下也是要做那个。我知道，所以就是说你都要弄好之后就请护理人员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。好了，因为这个进行是没有做完，你等一下还要更多的东西来做这个未完成的工作。好，那肚子给他稍微消消。啊，这样，对。好，麻烦你了。不知道好了没有？我再给他按摩一次，因为已经好几天没有大便了。大便多点多。我来了。然后，你可不可以麻烦拿另外一个那个垫布给他换掉？因为这个蛮丑。放一张纸吧，它掉下来，等一下要处理地上。下面放一张纸吧。哈喽，下面要放个纸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还要处理那个地。没关系，我就先放这里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小的。哎呀，对对对，这样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这样也可以。嗯。不一定有。
张啊。难免有脾气的，想办法发泄就好了。
不要不要，在老人家面前。阿公，你唔好甲讲，万一事情伊来去。没有，我有什么话就讲，我比较不会去把要摸讲。没有啊，他我跟他讲。这个很好，这个是看很好。你无伫啦，叫阿爸，食饭啦，阿妈又爱一直叫，爱一直在念歌呢。姐无啊啦，姐无啊啦，好像自己的姐妹一样。谢谢，祝你妈人早日康复，一定会的，主保佑。你是基督徒啊？一半。我太太比较常去灵粮堂。睡觉了，哎，好了，像没有的，我们把它叫阿黑阿妈，阿黑妈妈，他穿的还是，我充满比较充满，好，比较干净，不要这样臭臭。是要在桌子冲还是推进去冲？那推进去冲吧。我不知道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老板，因为他也不能那个。能运动。坐着冲。好，阿妹啊，我把它抱起来，你那个把它塞进去，然后在这边冲，好吗？好。其实也可以推进去用水这样，也行是吗？好，也可以。好，那就不用推这个。嗯。我就推这个。像这个哈，通常会把它搅拌好，搅拌好。我自己在那边，在那边营养品都买，不出门买。